走，我们看前面这坡了吗？这个弯道嘛，这是个急弯，而且你拐转那个右转转过去以后的话，应该是一个特别陡的坡。这个弯道加陡坡，走，看看前面，看看。现在海拔3832。我去，这个坡，这个弯道加这个坡，像。还行，这坡啊，还行。还行。行，先到这里吧。